给大家看他的后面，就突然间很平淡、很扁。是他们所谓的没有后脑勺。如果他没有去矫正，就是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模型。有理。OK。好，我们今天其实是带弟弟来做矫正头型，因为弟弟有就是扁头症。这个已经到症，用症来形容了。他只是一个灯来的。总之就是他的头是突然间这样子正常，然后突然间九十度下。那其实扁头症它是不会影响发育的，只是纯粹是美观的问题。就是丑啊。就是他们所谓的没有后脑勺。平平。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买各式各样的枕头啊、沙龙啊，给弟弟睡哦，都还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头型就是变成像猫猫美美这样。医生是有讲，就是有些宝宝的头型可能就是这样子，说需要还有我们的帮助才可以帮忙把那个头型矫正回去美美。它是有特定的，它的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特地来到新加坡这里来这。对，因为就后没有，只有新加坡有、哦。这个是外国的科技来的。哎呀，很正常。只是他的，你看，我们给大家看他的后面，就突然间很平淡、很扁。So today I assess the head shape. Okay. And then from there we'll discuss about how flat the his head is. So what we'll do is we'll do a scan of his head. It's a 3D scanner. It's there's no harm to him. It's just like a camera taking a lot of photographs. Okay. Hello, Titi. Remember the motorcycle? Titi. Hello. This angle can really see very flat. 而且就直接扁下来的。Do you want to cut? 你很坏啊，你是笑他。不是很好笑。Very cute, right? Batman, 你看，你看。I'm Batman. 医生在照他的头。就这边看到的跟这边图案上面看到的是一样的。也不算九十度啊，它是有一圈圈。就那个形是，可是它的形是这样，就它的头顶这个比较尖。怕以后打架的话，一不开心的话就这样。所以它不影响健康的，各位，它纯粹只是一个外观。那也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情况。没有啦，其实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带他进行他人生第一次的整形手术啦。其实可以像是戴牙套的概念是吗？所以。然后上面就是有这种戴咬的样子在这边，然后这边就是那些他的这个跆拳道的那些 helmet 咯，可以选他的色板，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可能不同的婴儿他的 size 这样子，蛮 solid 的，还可以放自己名字，毕竟是一个很昂贵的定制配套嘛，一定要给你有一个定制感。对，它其实如果你来做这个 3D assessment 是免费的，因为那个 helmet 有分3200跟2400，3200的话就是 3D 的，就是这一款，2400是 normal 那一款。然后你每两个星期到一个月来调整一次， helmet 只算一次钱嘛。这个是 3D 的头型。开始几个月的时候，它的头是最多的。然后很容易压力改变形状，它很不活力的，不能发，所以每次躺在后面，所以后面就容易压倒，压在旁边的话，就一个后背会推前面，它的长是长这个方向，这是那个 flat head， rocky shape， 这个就是flat across the back 啊。在旁边看的时候，它好像这边很平。他们长大也是会这样的，是吗？如果还没有去矫正，就是长大就是差不多这个模型了。哦哇，这样一定是要矫正会比较好啊。这个是 asymmetry 啦，就是如果是旁边扁的话，我们是看这个两个尺寸，它是 2.7， 就是正常的。我们是看这个 head width 的 over divide by head length， 它的 ratio 的。我们的头应该是一个 oval head shape， 是，所以它的 head width 是应该比较小，head length 比较长，旁边比较窄，才会有这个 oval head shape。Tristan 是96.7啊，哦，那就是 moderate 嘛。其实它的宽度不错啦，我是从下面才看得出这个扁的地方。如果它剃头发就会更明显，对不对？对，它不是最严重的，就是至少它有这个，这边是有一 brown top， 又是看得比较宽。哦，所以我们也会一直觉得它头很大，因为旁边很宽。More to the right 就是 more rocky circle 的，所以它是 rocky circle， 没有 plateau circle。想要做头盔的话，就是从它的 scan， 我们会增加它的后面的
它的 volume 呢，这样后面是一个空。哦，让它的头往那个方向长。啊，对，所以穿23个小时是不只是要脱盔有效果，也是因为要避免脱盔有问题了。如果23真的很难达到的话，至少要20个小时。20是冲凉后才出来的。嗯，冲凉跟好像抹汗这些拿出来，所以好像一整天有几次好像。5分钟、10分钟休息时间。OK。他的头需要差不多4到5个月时间长进脱盔的模型。4到5个月是最长的时间。哦。他需要这个时间来完全长进脱盔的模型。OK。可是如果长到一半了，你满意的话，你也是可以停止，因为他这个年龄他不会再恶化的。已经是最惨了。不是，是因为只是 first 4 months， 明白？才会很容易压扁。那如果都在你肉眼这样看，它是大概多大？如果它能穿23个小时，然后它的头长的速度没有那么慢，三个月，三个月。然后如果你要让它长得更多的话，就可以穿到4、5个月。那他穿了过后，我们需要多久回来给你 check？ 每个月回来一次。OK。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拿弟弟的那个 helmet， 因为他今天要学摩托，所以一定要用到那个 helmet。OK， 你准备好学摩托了吗？谢谢。弟弟哥的摩托啊，也是加油 ，room room room。Fitting time。弟弟哥讲。哥讲。This is the summit. Okay. Oh. Then opening from here at the front. Then you just take out the rubber band. Oh, okay. Then take out the rubber band. Yeah. Okay. Then you wear. Now you just close it. Can he sleep with it? Yeah. He has to sleep with it. Most straightforward to wear when he's sitting up like that. Okay. Then you just wear the helmet. Cool. Okay. That guy is confusing, yo.Okay. So I put the pieces together first. Yeah. Okay. This is Sam. Sam, Sam, Titi. 好了，我们现在要帮弟弟戴头套。今天就开始了他的第一天了，索利弟弟，加油加油！这是王，看那个。索利。OK， 好了。OK， 索利。好的。Good job， 弟弟。Good job。加油。早晨啊，弟弟，谢谢。Good morning, Cici. Good morning, Titi. How's your helmet? How's your breakfast? Okay 啊，你看到弟弟脸生无可恋，你看几可怜他。刚刚讲他说要爬头的时候爬不到，他就 Tristan， 你看他一脸无奈。